潘大师，我们前面讲过 LOC 和 IROC， 那么后面呢还有关于布尔索引这一块，你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进行索引。那比如说回到前面那个问题，我们要选择这个狗的名字使用次数超过800的，超过800的狗的名字我们要怎么选呢？和之前一样，我们之前的时候是不是使用这种布尔索引 T 大于80就可以了呀？那么现在这里也是一样的，我们这里是什么样子呢？选择确定保盈列，比如选择 count animal name 这一列，然后让它大于80，用 df 去选择它就可以了。这个能够理解吧？啊，可以。这个非常简单哈，就是这种布尔索引。这种布尔索引呢，我们在后续也会用到非常多。那么这种布尔索引，经常我们还会有另外一种需求，什么需求呢？就是我们可能有多个条件，我们既要选择长度这个能大于80、大于800的，还要选择这个值呢小于1000的，对不对？那么来看一下，在这个 data frame 里面，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连写？我们知道在 Python 里面，我们可以写 a 大于3小于2，这样连着写，对不对？那么在 data frame 里面，是否可以这样写？我们来尝试一下。刚刚那个狗名字在哪？在这。叫啊。df count animal name， 对不对 ？count。Animal name, animal A 是大写的 ，Animal name 是吧？嗯。然后呢，大于我写的前面，大于800，小于1000。然后呢，我们 print 一下它。少个零。后面少个零。小于1000。就是我们要选使用次数比800大、比1000小的那堆数字。哎，我们发现呢，这地方直接报错了，对不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在 data frame 里面，我们有多个条件的时候，我们确实不能够这样写。我们要怎么写呢？我们要分开写，打上括号括起来，然后中间使用 and 符号。and 符号是哪个符号？就这个符号，对不对？这个符号能够让我们执行在后台执行，大家你知道吧？我们前面也讲过，对吧？然后呢，我们让它在大于1000，可以了，小于1000哈，小于1000不是大于1000，小于1000，重新跑一下程序看一下结果。是不是取到了呀？大于800小于1000的，对不对？就这个样子。那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了，如果我们有多个条件，我们需要使用括号把每个条件括起来，中间使用 and 符号。那么 and 符号表示是什么呀？并且的意思。必须大于800，并且小于1000。那么如果有一天我们要用或呢，对吧？你大于800也好，小于1000也好，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是不是使用竖线呀？竖线表示或。那么关于这个内容呢，我们放在这页 PPT 上面，在这个地方。and 表示且，竖线表示或。那么不同条件之间需要使用括号括起来。那么大家看一下这里我写的是什么？我们要选择使用次数超过700，并且名字的字符串长度大于4的狗的名字，名字的字符串长度。那名字字符串长度怎么取呢？就是点 str 就能够取到这个它的字符串了。比如说当前我们这里选的是 row label 这一列，那 row label 这一列每一行是不是都是字符串啊？每一行字符串我们可以点 str 对每一行都应用字符串相关方法，比如说 none 这个方法来获取当前这个字符串长度，它大于4的把它选中，并且使用次数大于700。这个地方这个方法我们后续也用到很多次，我们先来看一下 str 它只有很多方法的，比如说什么呢？contains 这个比较常用，包含的意思，它这个字符串是否包含某某值，那么结果呢肯定是个 bool 类型，对不对？ none 会长度 lower upper 大小写，然后 replace 这个方法呢替换，可能偶尔有用到 split 按什么切割，按什么切割这个经常也会经常用，比如说呢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我们打印了什么呀，这个是我们豆瓣电视剧的那些信息，我们做了操作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head 一，在 head 1里面，这里 info 的信息是不是这样子的呀？我们有一些需要按照这个斜线来进行切割，那么我们就可以调用点 str 点 split 这个方法。那切割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呢？大家可以猜一下，会是一个一个的列，会是一个一个的列表，对不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split 这个方法，我们来用一下，就是 df， 那取到这一列 info 这一列。
然后呢，点 str 点 split， 按照什么来进行切割呢？按照它进行切割。那切割之后呢，我们 print 这个结果。看到了吗？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就这个样子呀？这前面是前面的，跟后面没有关系。这是后面这一部分，后面这一部分大家看到，这时候就是一个一个的列表了，这是一个 series 类型，对不对？那么它其实有个方法叫做什么呢 ？to list， 叫 to list。to list 这个方法能够把一个 series 转为一个列表，我们去看一下。一个 series 转为一个列表是什么样子的呢？大家可以猜一下，图list的，来看一下，图list这个方法，首先它是个大列表，对不对？这个列表里面每条数据是个什么呀？是个列表，对不对？是不是每个里面都是一个列表呀？是不是？那这个方法呢，后续可能我们会用到，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这是关于字符串的方法。大家可以这里需要注意到什么呢？这些字符串的方法是会应用于当前选中这一列上的每一个字符串，是吧？当前这个列表中的每当前这一列下面每个字符串都会应用后面这个方法，选择它的长度大于4的，比如说 split， 刚刚 split 每一个字符串都有用，对不对？这是关于 pandas 里面的 boolean， 所以这块内容应该也是非常简单的，大家只需要注意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关于字符串 str 这个方法，另外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地方。不同条件之间需要使用括号把它括起来，然后中间使用 and 或者说或，就是 and 符号或者竖线来表示 and 或者或。那么学习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学习一下 pandas 里面关于缺失数据处理这一部分内容。那么缺失数据处理这一部分内容呢是非常简单的，相比我们之前 numpy 来说简单很多。我们 numpy 里面我们要往 nan 那些地方填充数据，我们之前是怎么做的呀？我们是不是做的非常麻烦呀？我们要把 NAN 的那一部分排除掉，然后呢，取掉它剩下的平均值，把平均值再给它填充过去。那么在我们 pandas 里面做这个缺失数据的处理呢，其实非常简单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缺失数据呢，它往往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就是这种 NAN 这种部分，对吧？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这种零这种样子的。但在这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零并不代表它永远都是缺失的，它可能有时候呢，确实是由于我们没有取到这个值呢，我们强行的给它赋了一个值，赋了一个零。比如说什么呢？我们在之前跑中里面，我们获取一个内容没获取到，那我们给它赋一个值，赋个什么呢？就赋了一个零，对不对？做这样一种操作。那么除了这种之外呢，我们很多时候这个零其实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一个文章点击数量，点击数量可能这个文章刚出来最开始的时候呢，确实这个点击数就是为零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零是有意义的，并不是所有情况下零都是缺失值，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处理零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确定什么时候要处理它，什么时候不用处理。但是我们知道 NAN 呢，往往我们都是需要处理的。那么和之前的思路一样，关于 NAN 的处理呢，我们也是有下面这种方式。首先我们得判断它到底是不是 NAN， 对不对？我们得判断是不是当前这一列里面到底有没有 NAN， 是不是有的话呢，我们可能才需要处理，没有的话呢，我们可能并不想做任何的处理，对不对？那这个事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 PD 有个方法叫 isNum 这个方法。 isNum 这个方法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当前这个比如说 T3 里面有没有 NAN， 看到了吗？为 NAN 的地方呢全部都是 true， 不为 NAN 的地方呢都是 false。 那么同样的 PD 还有一个 notNum 这个方法来判断它是否不为 NAN。 我们来看一下，刚好结果和上面相反，对不对？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干什么呢？知道怎么判断它是否为 NAN 之后呢，我们来看它怎么去处理。和之前思路一样，两种方法。第一种直接删掉，直接删掉我们也有两种方式。我们可以怎么办呀？我们可以对应的，比如说我们知道B 里面呢，比如说 W 这一列这两个地方它是为 false 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使用 PD 里面的 boolean 索引，对不对？那么 T3 然后呢选择T3 它里面的 W 这一列，然后呢 PD 点 LoadNow 是不是就剩下这一列了呀？
我们选择了什么呀 ？T 3里面 WJD 不为 NAN 的对应的所有行，能看出来吧 ？T 3 WJD 不为 NAN 的 T 3里面的行，那么是不是只有这一行呀？因为 T 3里面 WJD 它有两列，这两个地方呢都为 NAN。那么 T 3 W 配定多伦档，这是一个什么类型呀？是个布尔索引啊，一个布尔索引。我从 T 3里面选择一个布尔索引，就是选择它里面为处的地方。我处的地方只有这里为处，所以选择就是这一行。能看出来吗？这个地方能看明白吗？就是刚刚所讲的布尔索引嘛，里面是不是一个布尔类型呀 ？PD 点多伦档刚刚用的嘛 ，PD 点多伦档是不是一个布尔类型呀？布尔类型再用 P 3去选，选中就是刚好为处的那一行嘛，对不对？是不是呀？因为现在 PD 点多伦档 T 3 W 里面是不是只有这个 A 这一列为处的，是不是？所以到时候就会选择 P 3里面 A 那一行，对不对 ？A 这一行为处，所以 T 3里面到时候都会选 A 那一行了。这是直接选。那么当然呢，还有其他方式，比如说呢，一个删除，删除是怎么删呢？一个方法叫 drop NA。drop NA 这个方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T 3点 drop NA， 就是删除 NAN 的那些行或者列。当然了，我们需要给它指令，比如 access 对你表示删除行。那这行怎么删呢？我们有一些参数，比如说叫 how， how 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呢？或者我们先直接看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默认情况下，它是不是全部的就把有 NAN 出现的那些行全部给删了呀？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不想这样做，我们想怎么做呢？我们希望它只删除当前那一行全部为 NAN 的那一行，不全部为 NAN 的了，不删。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填一个参数就叫 how 了。how 默认情况下是 all， all 什么意思呢？默认情况下说错了，是 any 哈。any 只要有一个是 NAN 就把它删了。那么我如果写成 all 的话呢，表示是就是全部为 NAN 的时候才删。当前这一行的数据，当前这一行数据如果全部为 NAN 的话呢，就把它删掉。这里大家发现了没有变化，为什么没有变化呢？因为没有任何一行是全部为 NAN 的，对不对？所以它并不会做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看见在后面呢还有一个参数叫 in place。 in place 是什么意思呢？ in place 的意思就是是否进行原地修改。很多方法里面都有 in place 这个参数，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知道 T3，我们用一下 any 这个参数，用一下 any， 我们知道删除之后它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对 T3 本身呢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对不对？ T3 还是原来的 T3。 那么如果说我们希望有一次删除之后呢能够直接应用到这个 T3， 我们可以让它操作，让 T3 等于它，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想让这里用 T3 等于它，我们可以怎么办呢？用 in place。 in place 就是替换的意思嘛，对不对？替换，原地的替换，那我们把它改成处就好了。这时候是没有结果了，咱们看一下 T3， 是不是就成这个条样子了呀？是不是就没有了呀 ？NAN 能看出来 in place 的效果吗？原地修改、就地修改的意思。很多方法里面都有 in place 这个参数，都可以添加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不希望每次频繁的在调用方法的时候重新的给它自己赋值，那我们就可以添加 in place 这个参数，达到的效果就是进行对之前这个 data frame 的一个原地修改。那这是删除。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把一行数据给它删了，其实挺可惜的。我们获取一行数据呢并不容易。那么一条数据里面可能某些字段为 NAN， 但并不代表着所有其他字段都不能用。很多其他字段可能也是有一些意义的，或者特别是在我们数据量比较小的时候，每个数据呢可能我们都想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选择办法是去填充数据。那填充数据怎么办呢？对于一个 T 来说，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T2 是什么样的。T2T2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它这里是不是有两个 NAN 呢？我们可以对 T2 调用一下 fill NA 这种方式。 fill NA 就是填充 NAN， 填充 NAN 呢，我们给它传个数字进去，我们看一下，传个0进去，这个地方就成了0了，发现了吗？传个100进去，只能100，非常简单，对不对？但是往往呢，我们并不会直接往中间传一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我们放进去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啊。我放个电话是100在这儿，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那么经常会怎么做呢？我们经常会选择具体的去怎么填充。比如说如果说在这里我们非常清楚当前这个 age 和 tell 都是两个，假如 tell 不是电话的话，假如它并不是电话啊，假如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数字，表示是一个值，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想办法把这个均值填充进去，或者中位数填充进去，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填充呢？也是非常简单的，我们直接 T 点 min 算的是什么呢？ T 的均值，对不对？来看一下，就这个样子的。那么 T 点 min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呢？好像并不是我们想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写错了，我们应该写 T 2 min， 对不对？ T 2 min A 减27 T 表示110005，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 T2.fail NA， 然后呢把 T2.min 传进去就好了。我们看一下这里是不是就好了呀？结果就是这个样子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自动去填充什么数据。那么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也想什么呢？我们想就单纯的只填充这一列，比如说我们想要填充 A 级这一列，那怎么办呢？那 T2 先取到 A 级嘛，对不对？取到 A 级之后呢，点 fail NA， 对吧？ fail NA 怎么填呢？就是 T2 也是一样的 A 级点 min， 是不是就这样子可以的呀？我们单纯的对 T2 这一列进行操作也是可以的。那做完这个操作之后呢，我们可以怎么办呢？让 T2 的 A 级等于什么呀？ T2 它，所以 T2 现在就变了， A 级这个字段是不是填充好了呀？相当于什么呢？把得到这个结果呢重新的赋值给 T2 A 级那一列，是不是？相当于我们只用就可以做什么呢？只操作具体的某一列。那比如说这里是电话嘛，电话我们填充均值肯定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但是对 A 级的话呢，我们其实可以做这个操作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单纯的只想操作其中某一列的话呢，我们可以取到其中某一列，对它进行这个操作，然后呢，把这个修改呢重新赋值给 T2 的原来的 A 级，是不是？这个时候 T2 里面的 A 级就变了，变成了 T1 这个位置呢，不再是 NAN 了，对不对？那么关于 tail 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的，这个 NA 呢，我们可以做很多处理，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干什么呢？就不管它，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可以不管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这是个电话号码嘛。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个字符串，它是并不能做任何的加减乘除这种运算的，对不对？并不能做加减乘除。或者我虽然说当前它是 float， 但我们非常清楚，当我们在这里在做加减乘除运算的时候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可以不管它。那不管它的话，之前我们不是有个 T， 看一下 T1 哈 ，T2 也改了，比如，那我们把 T2 里面的 A 级还是换回去啊 ，T2 里面的就是 A 级。然后再取到它的第一列，对不对？那写个一就可以了。那等于什么呢？等于 np 点 na。这是什么呢？报了一个 warning， 但是好像没有关系，已经改过去了哈。报了一个 warning。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这里有这样一个 nan 的值，我们来看一下72 a 级。它的均值，大家发现它这个是 27.0， 对不对？还记得我们之前在我们的 NumPy 里面，我们计算均值的时候会是什么结果呀？在我们 NumPy 里面，如果它这个地方是一个 NAN 的话呢，它就是 NAN， 是吧？在那 Pandas 里面不会，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在 Pandas 里面，它处理 NAN 的时候是要比我们在 NumPy 里面要简单太多。首先，如果说这个地方它是为 NN， 那么它计算均值的时候呢，其实是不会把它算到里面去的。你没发现27是怎么算出来的？32加22除以2，是不是27啊？54，对不对？除以2 27，它是并没有把当前 NN 的这一行算进去的。所以这也是它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它并不会把 NN 算进去，而且结果能算出来，但是 NumPy 就不会。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后续在某些地方发现了，比如说在爬虫里面爬到某些数据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字段它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应该给它添加一个字段，而应该就让它是空着，不添加那个字段。那么不添加那个字段的时候呢，我们到我们的这样一个数据分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地方就变成那个 NAN 了，理解吗？我们在爬虫里面当我们获取出数据的时候呢，特别是个数据需要交给数据分析去用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再给它添加一个字段，就让它是空着的。可能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它那个地方就压根没有值，理解吗？那么到时候呢，我们读把它变成一个字典读过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变成 NAN 了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假设在一个页面上爬到数据了，这个数据这个地方，比如说有个名字，
这个名字呢我们没有拿到，没有拿到我们给它一个空字母串，那空字母串我们判断是读了之后呢，这个地方是不是变成空字母串了呀？那你还不如给它 留一个空的，就压根没有 name 这个字段。如果说这条数据压根没有 name 这个字段，那么读过来判断是读过来之后呢，这个地方是什么呀？ NaN 了，对不对？对。那么字母串还好，如果是数字的话呢其实更棒了，对不对？如果数字的话呢，这个地方如果是 NaN 在计算加减乘除的时候它压根不会计算它，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写代码，他发现呢这个地方没有读到东西，强行的给他一个零，对不对？或者爬虫的时候没有取到值，强行给他一个零，这是非常不合适的，对不对？因为零往往是有意义的，你写个零并不代表它一直没有意义，对不对？所以最好的操作是什么呀？不添加那个字段。但是不添加那个字段又会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放到 MongoDB 的时候确实可以这样子，因为放个字典就完事了，你不用管这个字典里面到底有多少个键，对不对？但是放到 MySQL 里面的时候就有问题。MySQL 里面你往这个键里面必须得放个值，你放个 none 你得放，对不对？是不是？不然的话它那个地方就会报错，就插不进去，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往往在进行爬虫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把数据放到我们的 MongoDB 里面，所以经常我们也会从 MongoDB 里面读数据出来，然后进行这种数据的处理。那么刚刚呢给大家讲了这些方法，这些方法呢是关于在 Pandas 里面数据的处理这块的方法。那么数据处理的这块方法呢，我们刚刚讲的是出现 NAN 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有一天我们发现数据里面有零这种数据，我们知道零这种数据呢它有两种情况，一种确实可能是为零，对不对？它是有意义的，比如说点击数、点赞数、评论数为零，这是有意义的。但是有情况可能是这个零呢是后续别人人为放上去的，对不对？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也是需要对这个零呢做一些处理的。那么怎么处理呢？非常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对它使用布尔索引重新赋一次值就好了。赋值为什么呢？赋值为 NAN 就好了，理解吗？那赋值为 NAN 之后，那么后面所有的操作是不是就是和之前我们讲的 NAN 的操作都是一样的呀？但是大家需要注意一个前提，就是并不是每所有的零都需要做这个处理，你必须非常确定，非常能够确定当前这个零就是一个表示数据缺失的一个零，你可以这样做，不然的话是不能这样做了，对不对？这个非常好理解。那么可以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零变换成一个 NAN 呢？我们不让它就是一个零的，因为变成一个 NAN 之后，我们计算均值、计算中值的时候，它是不会把这个零计算在里面的。如果它本来就是个零，我们去计算均值，这个值是不是有可能会变大或者变小呀？所以，但是我们变成 NAN 之后呢，它是不会参与运算的。那不会参与运算，我们得到均值或者中值，这个时候就更完美一些，对不对？就是这个里面所写的 NAN 不参与运算。那么这是关于缺失数据处理这一块。那么缺失数据处理这一块呢，后续呢我们在我们的后面例子里面会经常用到哈。那么它的使用呢也是非常非常简单。首先我们可以通过一次让我们能够让它判断，那么之后呢我们可以使用 drop NAN 这种方式来删除 NAN 的值，那么也可以使用 fail NAN 这种方式来填充。那么往往呢我们会使用 fail NAN 这种方式填充均值或中值，那么很少会填充一个具体的数啊。这是关于缺失数据处理这一块。那么学习完缺失数据处理这一块之后呢，